说大选进入到如火如荼的地步了，马上就要开始投票，实际上已经开始投票了，先期投票已经投了，而且前期投票的一些投票箱啊还被人纵火烧了。当然现在来讲啊，特朗普是比较积极的，他到处出席这些造势的大会啊，今天呢就穿着这种环卫工人的马甲啊上台演讲啊，确实做这些秀必须要做的，甚至可能要去街上去跟环卫工人握个手也有可能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特朗普的造势呢确实是深得人心啊，前段时间热闹的这个洗澡舞也是在网上形成了一股热流啊，可见目前来讲特朗普的这个人气啊相当高，而他也不忘去模仿这个哈里斯的那个傻笑的样子，咯咯咯笑的那种样子来打击对手。所以这一场大选我赌特朗普赢，我不知道您认为谁会更胜一筹呢？